我哋就算一杯涼水，耶穌都歡喜。所以我哋將杯涼水俾人，我哋就阿耶穌都賞賜，我就一定開心啦。咁我親近神，神又親近我哋，又住喺我哋裏面喎，又叫我哋多結果子咯，咁我哋又歡喜咯。所以成日都可以讚美神，就歡喜啦，因為神中意遵從神，我哋又歡喜啦，因為神都好歡喜嘅。即係整個生命咧都係一個開心嘅狀況。好啦，咁我哋今次咧開始咧就係、是、講到啟示錄嘅，咁啊因為你哋邀請我一連串講啟示錄，咁咧都會幾長嘅時間下嘅，因為咧係啟示錄有22章啊，都係幾長嘅時間。咁我都想講咧，啟示錄係好多基督徒覺得好難嘅一本書啊，即係覺得咧哇好深啊！好多嘢都唔知點解，咁我就想講咧，其實啟示錄裏面係有好多嘅 hints， 即係咧啲 tips 啊，話俾我聽點解釋嘅。咁呢一點係好緊要嘅，因為有時有啲人咧解釋啟示錄係用聖經以外嘅諗法，人嘅諗法。咁人嘅諗法咧，有可能啱嘅，有可能錯嘅，但係唔可靠啊。但是聖經的想法呢，我們就知道可靠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即我希望大家就說，我們解釋任何的聖經是用聖經解聖經，用聖經的觀念解聖經才是穩陣的。那我們今次呢就是講到啟示錄第二章，就開堂的4個教會，大家看個地圖就看到了，在地中海、愛琴海、地中海其中的小部分叫愛琴海，那有即係寫俾呢4個教會，跟住下一章咧就講到3個教會，我哋下一次講嘅。咁咧就係以弗所、士每拿、別加摩同埋推亞推拉呢4個教會。咁我都想講一講咧，就係咧關於啟示錄嘅解釋。我所知嚇，我所知唔止噶。關於呢兩章咧係有2個嘅錯誤，有2個錯誤。咁咧就係、是沒有根據聖經的。第一個錯誤呢是比較強烈的，就是 Joseph Prince 平約瑟。他就說什麼呢？啟示錄7封書信不是寫給基督徒的。為什麼呢？他說因為神是不會指責基督徒的，不會定我們的罪的。而啟示錄裡面呢，這個7封書信是指出那些教會的問題。他說他為什麼呢？是寫給那個侍者的，寫給那個侍者其實都不是定他的罪的。我們應該留意一下裡面的說話，有些是說他們，即不是只是說給侍者，因為他說是寫給那個侍者，那寫給侍者不是只是跟個侍者說話的嘛，那侍者要跟那些信徒說話的嘛，是說他們。那一會我們會看到的，所以呢這七封書信不是只是寫給那個侍者，侍者的解釋咁啊，係咩咧？事實解釋咧就佢都認為，多數人都認為就係嗰個牧者啦，即係照顧呢個教會嘅人。咁咧亦都佢將呢個信息傳俾佢哋。嗱，第二個咧係都又流傳咗幾耐嘅一個解釋係咩咧？啟示錄七封書信咧，就其實係寫俾7個時代，即係由初期教會開始到末世教會。咁而家我哋咧就去到呢個老底加教會時代啦，咁樣。咁呢個睇法咧？有冇聖經嘅支持咧？係冇嘅，係完全冇嘅。咁你話老底加時教會即係話呢個時代會唔會係對我哋有提醒？有，咁冇問題嘅。你話而家特別咧講到老底加冇問題。不過咧，如果用呢個方法解釋咧，就變咗忽略咗呢個啟示錄書信咧，其實係對所有基督徒講嘅，唔係淨係老底加嗰本書信，係全部都同我哋講嘅。即係有時咧，有啲人就這個、其實呢個靈異解經啊，靈異解經係乜嘢呢？好似靈異話好熟靈喎咁，其實靈異解經唔係咁解嘅。靈異解經咧係佢會揾到聖經裏面一啲字眼，佢就會用佢一啲嘅方法去解釋，而聖經冇支持嘅。即係話咩嘢都有個熟靈嘅意思嘅。譬如一個例子啦，馬太13章講到天國嘅比喻，又講到呢、这個芥菜種啊，其實唔係菜啊，芥種啊，其實即係我哋芥辣啊，芥辣嘅種子咧，即係中文亦都做芥菜，即係我哋以前食嗰啲芥菜咧，一波波嗰啲芥菜咧，其實芥種。好啦，咁咧就
佢就長大啦，就好多雀仔飛嚟。咁佢又點解釋咧？雀仔就係魔鬼邪靈，所以教會係有邪靈。咁樣解釋喎，真係有人係咁解釋喎。之後佢咧每一樣嘅説話，佢會揾一個意思嘅。咁我另外聽過一篇道係咁樣啦。初期教會係選咗七個執事嘅，七個執事咧，佢嘅名係咩意思咧？嗱，個名咧就話俾我聽，做執事應該咩質素咁，即係佢解釋每一個字嘅希臘文嘅字啊。嗱，咁啊有一個問題喎，真係，咁即係每一個人定個名，即係定嗰樣嘢嘅名嘅時候，係咪神啟示佢嘅咧？是不是神啟示他的七個人呢？就是神啟示他的名字。這些就好像覺得哇，我有些很深奧的意思，是你們看不到的，你看不到我就有的了。這一種的解經呢似乎很熟悉，其實呢是將一些人的想法加入。其實我們解聖經不用這麼複雜的，就是用聖經來到解聖經。有時聖經其實大部分都是很明顯的字眼的，清清楚楚講出來，咁就照個意思解咯，唔使加啲嘢落去嘅，唔使加鹽加醋先叫做有料啊，即係唔使加鹽加醋嘅。咁所以呢一點咧，我希望大家都會留意到，即係話原來啟示錄係可以用聖經去解釋，裡面有好多個內容係有聖經嘅説話去解釋嘅。好啦，咁啊喺呢七封書信裡面咧，咁我哋今次係講到開頭嗰四封啦，都有耶穌形容自己嘅。咁啊，每一段都有形容自己嘅。咁呢度跟住咧就係啟示錄二章一節嗰度講啦。佢話：你寫信俾以弗所教會嘅使者，説那右手拿著七星喺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嘅説。咁咧呢度佢有解釋嘅，七星係咩咧？就係呢七個使者，七個金燈台咩咧？就係七個教會。咁呢個經文有咩意思咧？其實聖經解咗嘅咯喎，七星咪就係七個使者咯。由七個金燈台就是七個教會。咁好啦，耶穌揸住七星，又喺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咁有咩意思咧？即係耶穌掌握神所揀選嘅仆人，帶領呢個教會。神掌握喺神嘅手中嘅，係神揀選嘅，神去祝福去保守嘅。嗱，咁保守係唔代表佢一定聽話咧？又唔係喎，因為保守還保守，聽不聽話另一回事喎。因為聖經係有講到，我七封書信都講好多佢哋嘅罪喎，即係唔係話啊神掌管佢哋就一定聽話，佢哋有時唔聽話，唔聽話咧其實就有警告嘅。咁所以我哋就明白啊，原來咧喺神嘅掌握之中，神揀選嘅人唔代表佢聽話。事實上我哋見到好多基督徒或者領袖或者甚至傳道人都有時有啲虧缺神嘅榮耀，所以我哋自己省察。不要以為哇，我是神的使者，咁我咧就好勁啦。咁其實人人都一樣嘅，喺神面前咧都需要交帳。我哋每一個人所做嘅都喺神面前交帳嘅。而喺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啊，即係神喺教會行走嘅。神同我哋一齊嘅，我哋越親近神，越有神嘅同在。咁有冇根據咧？係有根據嘅。咁有咩根據咧？常在我裏面。住在我裏面的，我就想在我裏面，這個人就當結果子了。不想在我裏面，那這個人就好像知知知道外面呼君人十幾來永在火裡燒了，很明顯有分別，是不是有些常在耶穌裏面，有些不常在耶穌裏面。那所以教會都有些常在耶穌裏面，有些不常在耶穌裏面，有些聽話有些不聽話的。即是越聽話的，聖經有不同的例子，就譬如好像撒母耳那班先知門徒，他們親近神，在撒母耳記上十章和十九章。咁咧，掃羅一去到嗰班人喺度奏音樂，佢唔係淨係奏音樂，好似弟兄喺度奏音樂啦。咁佢唔係淨係話係應該係敬拜啦，喺度敬拜。咁佢哋喺度敬拜嘅時候咧，當掃羅一去到就變為新人啦，神與佢哋同在。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強烈嘅同在。咁初期教會祈禱咧，哇地大震動喎！咁咧保羅喺監獄裏面咧讚美神啦，哇嗰啲監獄嗰啲門就震開曬，啲鐵鏈就～全部解開曬，咁嗱，呢啲就係神嘅強烈同在。咁我哋都希望大家追求神強烈嘅同在，就是、越愛神，越尊重神，越相信神嘅恩典活在神嘅愛中。咁我都有個短短嘅分享，咁咧就係乜嘢咧？尋晚有一個人咧，佢咧係有人介紹揾我，咁佢就睇下我啲影片啦，咁跟住我就同佢傾電話啦。
咁咧就同佢傾電話嘅時候咧，咁咧就後來咧我就同佢祈禱啦，喺電話祈禱喎。咁我祈禱我就問佢：你剛才有咩經歷啊？佢話：喂，我要扶住屋企唔穩啊，想跌啊！同埋咧，我有一下忽然間，哇！啪一聲喊出嚟，哇！忽然間咧，好喊完之後咧，好鬆喎。同埋咧，而家佢話咧，我好開心笑啊！咁咧，哇！我真係多謝天父，多謝天父嚇，神使用人啊，原來我哋親近神咧，神就會咁使用我哋，神就會咁樣祝福嘅。即係佢即時覺得哇，真係好啊，真係好啊！原來可以咁樣俾神使用，咁我又鼓勵佢話：原來你多親近神咧，你都可以有聖靈嘅能力，你將來為人祈禱，可以守穩病人啊，為病人做啲好料，並且可以喺電話同人祈禱，人都可以經歷聖靈喎。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常常活在神嘅同在，因為神咧喺個金燈台中間行走嘅，佢喺我哋中間嘅，佢睇重佢嘅教會，即係佢牧養我哋，所以佢唔會離開我哋嘅，佢同我哋一齊。但有啲人咧係疏遠神，甚至咧係抗拒神，甚至咧有時會有啲基督徒會講笑話抵擋神嘅工作。我話：哇！你成日傳福音，個教會就係掛住傳福音，都唔掛住我哋啲人嘅。哎呀，咁啊即係攔咗神嘅工作。咁所以我哋自己都求神幫我哋嚇明白，原來耶穌喺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嘅。咁第二咧，是每立教會啦。啊、首先又活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这里讲到耶稣的神圣是首先的，没有先过他的，他是永在的， 是无所不在的，时时都在这里，还有活后的，由始到终他会照顾我一切、啊、其实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呢，是由我们未信耶稣，神已经预备救恩，然后呢他感动我们信耶稣，一路带领我们，我们就算不听话，神就拉回他回头，但你越听话神就越喜欢了，神越喜欢就越提升，他就一路保守你，凡是听话的人圣经答应了的，神是爱他的，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这些一切赐给我们，所以越听话的基督徒其实越蒙福。有些基督徒就以为我又爱信耶稣了，不过我又爱世界，那就两个都有了，但其实呢是反而不是得到最好的，因为神反而祝福他，甚至他世上的都不是无福，他都会可能在家庭啊各样的问题上有不开心的，所以比耶稣创始成终是最好的，比耶稣掌管成个生命最聪明智慧。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呢就好像对于耶稣掌管好像没什么兴趣，那我希望大家比耶稣听掌管晒，听晒耶稣话最好的，又死过又活过，哇，他胜过死亡的权势，因为临到死亡是没人能够讲任何说话，看着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即是我们几叻的医生都救不到，医生自己都要死，医生都有人死，但是耶稣是胜过死亡，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怕死的，因为有神赐给我们永生，是现在开始的了，信耶稣就开始了。跟着呢就启示录二章十二节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那有两人利剑的，咁咧喺聖經度講到呢個神嘅話就係兩人嘅利劍，好似兩人嘅利劍能夠刺入我哋嘅靈與魂、骨節與骨髓，我哋嘅心思意念佢全部都刺入嘅，所以佢知道曬我哋嘅諗乜嘅。即係有啲人話你動一樣美啦，我知道你屙屎你屙尿啦，咁咧神咧其實一早知道曬我哋嘅生命，即係我哋嘅生命係愛主咧，神已經知曬。有些人看重世界神知晒的了，即不要以为可以呃到神、啊、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有一种说话叫呃神，很搞笑，还有呢、啊、除了这个观念还有罗米茨连三晚呢就、拜灶君，等灶君黐住了罗米茨黐住黐住上天庭就不能告发他们不好的东西、啊、很搞笑，如果神这么渣個神咁渣啊！即係連我米前我人都搞掂，佢都搞唔掂，點算咧咁？咁咧呢個咧真係神係有兩刃利劍，佢嘅話語、佢嘅知識，佢刺入我哋個裏面，佢知道曬我哋裏面係點樣嘅。然後睇少年章十八節寫信俾推亞推拉教會嘅時候，眼目如火焰，神嘅眼好似火焰。能夠看到我們裡面一切的東西，腳像光明的銅，它是能夠踐踏一切的仇敵，一切的不好的東西，它能夠踐踏的神之子，即是說神那種觀察力，
佢睇到神。所以你真心爱神，就算你唔够爱神，你话神啊，我系唔够爱神，不过我想学爱神。但神就睇到佢中意嘅，你真心话神啊，我需要你教我，神就中意嘅。所以俾我哋睇到咧，神系一个有恩典嘅神。嗱，呢四处有咩恩典咧？佢系掌握教会嘅领袖，佢喺我哋中间行走啦，呢个恩典啦吓，佢陪住我哋嘅。咁第二咧，佢系创始成终嘅，由头到尾都系佢负责嘅。佢又死过又活，又叫我哋赐俾我哋有新嘅生命。佢又赐俾我一种永恒嘅生命同埋力量，同埋佢有两人嘅利剑能够刺入我里面，能够让我哋知道我哋嘅罪，亦都帮我哋省察，亦都叫我哋悔改，改变我的生命。我哋都有呢个两人利剑咧，可以帮助人。但有时你传福音个人硬系唔肯听喎，你讲啲金句佢听下，佢讲咗之后咧，佢有时佢自己内中咧就会反思喎。你講到俾佢聽，看見婦女就動容顏，即係已經與他犯奸淫啦。人所說嘅閒話，句句都要供出嚟喎。喺審判嘅時候，佢時聽到你嘅時候，佢又唔信喎。不過過後有時佢諗翻喎。咁咧呢啲都係我哋可以用神嘅話語去話俾佢聽咧。神咧係喺當我哋還作罪人，因為我哋死嘅神好愛我哋嘅。咁咧俾佢知道，真係呢個世界冇真嘅愛噶。是神才有永恒的爱，真正的爱。你就是由母爱都看到神的爱，不单是人的母爱，动物的母爱，你都看到神的爱了。看到这个神是有这种生命，有这个两人的利剑，他也是眼目如火焰。同时他看到神的内心，他也是有慈爱的，他的眼目是充满慈爱。有些人去到天堂，他真的觉得哇，在经历到耶稣的爱，他有能力，他的脚像铜，佢能够践踏我哋嘅仇敌啊，同埋伤害我哋人、攻击我哋人，神会可以追讨嘅。咁所以我哋又唔使惊。所以呢度经文里面咧讲，一方面系神嗰个权威能力，亦都讲到佢嘅怜悯慈爱俾信嘅人。所以我哋睇圣经嘅时候，睇神嘅恩典咧，就成日都深信我系活在神嘅恩典之中嘅。哈利路亚。好啦，咁就跟住呢几封书信咧，都讲出。耶稣知道众教会和众人的行为，知道晒的，所以我们所有东西都知道晒。保罗都讲句说话，他说我们侍奉就好像一台戏给世人观看，给世人和使者众天使观看。如果使徒都是，我们都是，其实到审判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台戏的。那时候由我们出世，有些争论出世的时候，到信耶稣那些罪赦免有没有看呢，我不知道这些细节，我不知道。基督徒犯了罪会不会看呢？因为只是看我们的好行为呢，我不知道。因为圣经两样都有讲，圣经有讲到凡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但另一方面呢，你的罪呢就踏着脚下投于深海，其实呢是忘记的。即是我两样我都看过，所以我的心里面呢，我希望呢基督徒的罪呢就不要到时显露出来，最好只是显露一些好行为。不过我都预咗有可能是要显露的，我就尽量去做好。咁以往嗰啲做咗嗰啲冇办法啦，求主赦免啦，求主遮盖啦。我自己我谂，我希望我每一个都谂翻话我自己犯过罪，唔系净系信耶稣之前喎，信耶稣之后有犯过罪，点样伤害人、睇小人、得罪人，做啲唔见得光嘅嘢，我哋都话神啊，我真系谂到都好丑化，求你赦免我啦，红过我过犯，帮我以后唔好再行在罪中，知道罪嘅可怕性。因为我知道神知道晒系冇得走鸡嘅。好啦，咁呢度咧讲俾写俾以弗所嘅教会使者说，右手拿着七星喺七教七个灯灯台中间行走嘅说，我知道你嘅行为，我知道晒啦，你嘅劳碌，我话呢度几好啊，即系我系欣赏佢系咪？欣赏佢，我知道你嘅行为、你嘅劳碌、你嘅忍耐，即系你行为就系你应该讲到咧，就系你嘅所谓神所做嘅好行为啦，你嘅劳碌好劳力咁去做啦。我写咗一二三忍耐喎，侍奉神一定有忍耐嘅，因为一定需要好多恒久忍耐，因为有时你做咗未必有好果效嘅，同埋咧有时有啲人抵抗你嘅、敌挡你嘅，咁咧或者有帮啲人都系需要耐性嘅，好啦，忍耐。咁咧同埋有一样嘢欣赏佢，就系你唔能够容忍恶人啊，就系咧曾经试验嗱，唔能够容忍佢同埋试验喎。自称为仕途却不是仕途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个呢告诉我们什么呢？
基督徒有責任分辨任何的仕途、先知、牧師、教師、領袖。嗱，呢樣嘢有啲人聽到覺得哇，冇搞錯啊，信服領袖。不過呢、這個領袖是跟從神的，我哋就信服佢。但係信服佢的意思咧，就唔係好似絕對，譬如話啊，你嗱、啊、你唔好翻工啦，你日日跟住我啦。即係你唔係一定要信服佢呢啲每一樣嘅吩咐嘅喎。但有啲人係會咁嘅，即係佢係好似控制咗嘅咁。信服的意思都是他信服神，我们在顺从神的方面去信服他，跟他一起去建立教会。但是基督徒是有责任分辨真理，不是有些人说，即是告诉我，他说很多年之前有个先知告诉我，我是做牧师的，我是宣教的，不过我到现在都没做。那我说你里面有没有这个感动，有没有这个动力呢？如果你没有的时候，都未必是是神给你的信息。也都有个姊妹跟我说，他说有个牧师呢，他说呢有信心呢就会这姊妹就会有丈夫的了。他说我到今天都没有丈夫，所以我怀疑神。哇，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应该怀疑那个人，你应该怀疑神，因为那个人说的是不是可靠呢？你看到周围多少姊妹是没有结婚，或者弟兄没有结婚，是不是一定他没信心呢？即是说有信心你就一定可以结婚，这些呢真是一些假的教导，一些错的教导。也都有些人说一定得医治，但你的信心一定得医治。刚才说保罗啊，初次传福音去加拉太都有病的，提摩太女士患病可以稍微用点酒啊，特罗菲摩这个以巴弗提病到就要死的嘛。那保罗这么强的恩膏，为什么不有信心啊？他自己为什么会有病呢？那他的同一起的人为什么会有病呢？这件事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神有能力医治。但有些人真的这么相信，其实你的病好晒，不过你好像还有病，其实是假的，那些不是真的。你日都说，你日都宣告其实没病的，我没病，我没病。我觉得这个呢不是圣经，圣经没有这个例子，他真的起来行走，他真的起来行走，他原来在那里低着，其实你已经行走了，不过你是死不住的。即是正经没有的，但有些人呢就好真的会这么说的，其实你已经但其实你已经医好的了，不过呢你觉得你医好呢是其实是不是真的。平有生也都这么说，其实基督徒呢已经没有罪的指控，你觉得有呢，其实那些不是的，那些不用理会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有责任去分辨真理，不要是什么都信。有些人呢听到先知是哇真的又哭到他啦，他講什麼呢就信了。他今年結婚，等於今年都不結婚，為什麼呢？這個呢，即其實有時有些先知好像滿足人的需要，我覺得呢有些先知呢他就滿足哇這些人排曬長龍，個個都想聽下今年會找到份新工，今年有男朋友女朋友，今年會賺成功的升職，即很多聽這些好少說神指示你的方向你要不要走。我試過跟有先知翻譯，我發覺全部都是，即大部分都是神咧點樣祝福你啦，今年點樣幫你啦咁。咁我覺得，嗱，亦都我曾經有一個人同我講，有間教會佢話我哋嘅先知每年都發出一封電郵俾啲人咧，就發出佢信息。佢話你想，佢問我想唔想要，我話唔想要，因為我對呢個教會有質疑，我亦都知道。我相信有先知的，我真的相信先知，我见过有先知即时讲出我的情况，是给我一种提醒，或者话给我听个路向，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他都照声给我，我就开来看看。第一句他说什么？今年你们个个都会有经济上的祝福。哇，这句说话不是圣经这样说，圣经是说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先加给你，不是提人都在这个教堂就过过经济祝福，第一句经济祝福，我就觉得这不是神的说话来的。所以呢，不要是先知就信了，我们要分别的，并且不能够容忍这些恶人，就是说他们的教导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容忍这个错误的教导。当然他仍然是真信耶稣是救主，是全圣经的真理的，不過加上有些不是的，他都是信耶穌，我們都不會說，即是我們不會攻擊他，
不過那個教導我要俾人知道是錯誤的。好啦，咁但有啲係真係錯㗎啦，真係錯嗰啲我哋真係要指出㗎。好啦，咁啊，然後跟住咧，你也能忍耐啊，因為上面講嘅忍耐，所以我就唔重複啦。為我嘅名勞苦啦，咁呢個即係第二點啦，即係為耶穌嘅名而勞苦，亦都唔發斷。咁嗱，呢一點咧就我加第六點啊，即係你一路做一路做唔攰喎嗱，有啲人話做做下攰喎，都好多人話攰喎。咁我都講過咩秘訣咧？點樣唔攰咧？其實就係我做任何嘢啱神都中意，事事從神得力。譬如我而家講緊信息，我咪話哇啟示錄，譬如當你哋嘅傳道話俾我聽，你講啟示錄啊咁，哇好大工程嘅喎咁啊，即係我唔會咁啊。其實我已經講過一次嘅，不過今次咧我會更加盡心，更加咧有啲新嘅發現，更加咧會詳細去講。我是覺得歡喜的，因為可以向世界講出聖經怎樣解釋啟示錄。那我怎樣 不是辛苦呢？因為聖經話了我們做任何的小事一杯涼水神都喜歡，所以我做任何事我都說神現在歡喜，我就可以開心快活了。哈利路亞，感謝耶穌，一個輕鬆的心態去行神的路，就不是好像孭著擔子那樣。就算有些人抗拒，有些人不接受，有些人不肯信耶穌，這個是他的責任。我盡力幫他，我真的盡力幫他，但是我盡力了之後他不接受，我不用孭著個擔子。同樣我都會這樣說的，你有家人，你幫他幫極他都不聽話，你不要孭著個擔子。如果你孭著很慘的，你沒力，你沒力幫他，你也都會很猛陣。但是你越平安，你越輕省，你的平安輕省起落可以影響他。即是你見到他又不發嬲，有些人一見到個家人呢配偶或者仔女又不聽話，見到他就不想，哎呀猛陣了，真的很生氣，見到你的行為，你講話已經生氣了一半了，這樣的時候呢根本改不到他。但一樣接納他，一樣有愛心，不讓他影響，不孭著，因為如果孭著那就很慘了。其實有些人呢他的配偶或者他的仔女是不聽話，他一世都很慘，我真的做基督徒了很慘，因為這個擔子是我們孭不到的。所以我們要分辨這個擔子，我們孭不到的，我們越孭就越無力。我們就說我盡力去做，神就歡喜了，他始終是另一個人。但我們幫他，但是幫的時候不用孭著個擔子，孭著個擔子是很重很重的。好了，那並不困乏，所以這個侍奉得力就是成日心信神喜悅，你都開開心心去做，感激神去做，神给我机会去做，神感动我去做，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开心去做，那这种的心态就不会累了。如果你发觉你累呢，有些人说我真的累，我真的很累，两种累，一种是身体累，一种是心灵累。身体累呢，第一我们喜乐呢，喜乐的心态良药，喜乐一个人健康一点的。第二呢就是都照顾身体，就是我们有好的健康的食物，有運動，有太陽，太陽很重要的，神做太陽，即是神做樣都是好東西的，太陽那些自然界發出那些芬香的味道，或者是那個香味，自然界那些芬香味道，哇很舒服的，這些一切是會加力給我們的，照顧你的身體，這樣呢你就沒那麼容易累的。我感謝神，其實我一把年紀了，但是依然呢講到很有力量，由早到晚我都是做事的，除了有親近神的時間和我太太的時間之外呢，有些一定要做的事情，煮飯吃飯一定要做，是吧，之外的時間我都是一路侍奉神，我又不覺得累，我又多謝耶穌。這個就是心態上輕鬆，要照顧身體，讓身體有力量。所以這個他看到這個以弗所教會，咁然後呢就呢、這個士妹拿教會咯。咁呢度呢佢就我知道你個患難，你嘅貧窮，你卻是富足嘅。嗱呢句説話真係好啦，雖然你係貧窮，嗱呢一個咧係抵抗嗰啲豐盛神學啊。豐盛神學咧就話你有信心咧，你唔會係貧窮嘅，你一定係富足嘅。嗱呢度講你係貧窮，即係你係外表上係貧窮嘅。就算保羅其實他不是即是
好有錢咁去做啊！佢都係跡象行，咁亦都有人供應佢。咁所以佢喺外面嚟講咧，佢都係貧窮同埋佢有困難喎，俾人用石頭打咧，掟咗一次咧，哇！以為佢死咗，點樣知點解起翻身喎？佢真係以為佢死咗喎，因為石頭掟係冇可能可以生存噶嘛，被棍打，哇！好多樣嘅災難，但係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困苦嘅。咁但係咧，佢係富足嘅。又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偉謊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而是撒但一會的人。咁呢樣咧就講到神知道你嘅逼迫，我知道你受逼迫。嗰啲人咧逼迫嚟，佢啲其實唔係猶太人，唔係亞伯拉罕嘅子孫。雖然佢肉體係猶太人，但係佢係撒但一會的人。神都知道，即係我哋遇嘅逼迫咧。嗱，有時我哋遇到人逼迫咧，我哋就好苦啊，即係好慘啊！哎呀，我點解我侍奉神就俾人話我啦，又俾人攻擊我啦，啊，或者俾人毀謗啦？但係神知道，神知道會保守。我自己都試過，真係有人咧係不同嘅情況之下有攻擊，但我初頭咧受影響好長時間，即係心裏面咧成一種壓力，有一種懼怕。咁啊，後來就處理，一路處理一路讚美神，同埋聖靈充滿之後得醫治啦，咁啊鬆。但有時發覺自己無緣無故驚過，咁我點咧？我就一路宣告，其實我喺度做緊呢樣嘢係神喜悅嘅。我聽人神，神就歡喜；我又讚美神，神就歡喜嘅。咁我讚美神都心鬆咗喎。第二日有時又出現翻啲壓力嘅，但我又再處理，一路讚美神，日日處理，直至到咧鬆曬為止。咁呢個咧就係處理刑裏啊！嗱，而家我喺網上咧，你睇咧，你可能睇到我講緊刑裏啊。你揾葉牧師 YouTube 咧，你會見到我講緊刑裏。如果你有時間咧，可以下晝咧去荔枝角咧，咁我亦都係講緊刑裏，可以討論下點樣應用、點樣處理我哋生命中嘅刑裏。即係有時我哋俾人容易傷害，點解？因為我哋裡面咧容易受傷害，呢個係一種刑裏嚟嘅。即係個裡面咧，哇！人哋講句説話咧，就好容易受傷嘅。好容易咧，好敏感嘅，就是、因為我哋裏面冇安全感，好多人冇安全感，所以有啲人讚你啊，哇！你真係做得好啦，個心就你都唔讚我嘅，咁啊即係話我做得唔好啦，你就係讚佢，即係唔讚我，即係我唔好啦咁。但有時有啲人敏感咧，佢會咁啊，人哋讚人佢都唔掂嘅喎。咁咧呢個即係我哋都學習，有人攻擊我哋唔緊要，因為我哋嗱，我哋建立呢個自我形象點建立咧？第一，神爱我，神睇中我，我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要宣扬那自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有特别的身份，这个第一。第二呢，不是只是身份的，有些人有这个身份，不过他成日跟人又闹交，同人相处成日讲不好的说话，又伤害人，又讲大话，又得罪人，又犯罪，他同人相处有困难，他做工也都容易被人炒鱿鱼，这种人不会有好的安全，一個健康的安全感的。健康的安全感一定是怎樣呢？就是我深信神愛我，同時我真的行神的路，我會祝福人，我會處理我的言語行為都是蒙神喜悅的，也都建立我的能力。基督徒需要建立同人溝通啊，工作的能力。譬如有基督徒做什麼工都失敗的，成日都失敗被人炒魷魚，他不會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即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 是Productive 嘅，有產即係生產力噶嘛，即係侍奉神嘅應該有生產力，幫到人認識耶穌啦。咁如果係做世上嘅工作，都應該係有智慧、有聰明、有能力去做得到啦。當然唔係一定話最高嘅能力，但係總之都能夠做份工，係人哋咧覺得你做得好嘅。咁樣呢個基督徒嘅應該用有嘅責任，亦都同人相處咧係唔會成日鬧交啊、發脾氣啊。咁呢個當一個人處理佢嘅生命，一方面佢嘅心態。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嗰個能力啊，相處嘅能力、處事嘅能力，就唔會話哎呀，一有問題就好驚好驚咁樣。咁嘅時候咧，佢就算俾人毀謗都唔會受影響啦。就算有人話我哋，好多人咧就話咁啊，哎呀，我爸我媽鬧我啊，哎呀，我配偶鬧我，我啲同事話我啊，咁咧就冧曬啦，因為佢冇安全感，俾人一話咧就覺得。佢都唔欣賞我，我冇價值、冇意義啊！會死㗎，有啲人會跳樓死㗎，俾人鬧完一跳樓嘅，哇！真係佢鬧唔係俾人啱㗎嘛？我哋嘅生命咁寶貴，點解要跳樓死咧？咁所以呢個咧就係
呢個善會啦、教會啦，受逼迫，但佢仍然企得住嘅，因為羅亞書十五章三節，辱罵你人嘅辱罵都落在耶穌嘅身上嘅。咁由別加摩教會有兩人利劍嘅，我知道你嘅居所喺你住嘅地方有撒旦嘅座位之處。當我忠心嘅見證人安提帕喺你中間撒旦所住嘅地方被殺嘅時候，即係佢中間有基督徒被殺喎，即係呢個安提帕被殺。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棄絕我的道。呢度咧，呢、這個教會冇勇敢嘅，就係佢喺逼迫中企得穩。呢、這個別加摩教會咧喺逼迫中企得穩。咁耶穌都讚賞嘅，佢話為義受逼迫係有福嘅，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同埋我哋呢個至暫至輕嘅苦楚，要為我哋成就極重無比永遠嘅榮耀。咁呢度講到咧，就話基督徒就算受逼迫，我哋好多種逼迫，有硬逼迫，有軟逼迫。咁咩叫硬逼迫、軟逼迫咧？嗱，呢個末期更要啦，好多逼迫啦，就係真係有啲地方咧，教皇燒咗啦，殺基督徒啦，係好恐怖嘅。其實我哋睇到咧，末期近了。咁我睇到幾個跡象嚇，第一個跡象係嗰啲熱浪係好緊要啊！2022年超過70,000人喺歐洲熱死啦，70,000人好多人熱死啊！而家每年一路越嚟越熱，又越嚟越凍喎，凍嘅時候越凍，熱嘅時候越熱。咁同埋咧，世界好多地方隨時發生戰爭。其實咧，戰爭係即係我哋睇到嗰啲哇，嗰啲武器咧越嚟越勁啦。個個都喺度，即係好似咧要擴張領域啊，又要霸佔啊，又要攻擊啊，咁咧就揾埋啲最強烈嘅武器。咁亦都有啲咧，即係好似成日都展示，又話人哋攻擊佢，佢又其實佢成日都擴展。咁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呢個世界係隨時可能有戰爭，而戰爭嘅先報咧，我哋都即係明白一下。好多時戰爭唔係揾槍揾炮先㗎。好多時網絡的戰爭，而家啲網絡戰爭好勁，已經試過好多次噶啦。佢可以癱瘓成個社區、成個城市、成個國家，癱瘓曬所有嘅。你諗下，我哋嘅水電煤或者係電啊，或者係銀行户口啊，全部癱瘓嘅時候，你諗下嗰個影響幾大啊？即係呢個世界可以進入呢啲咁嘅狀況嘅。亦都一戰爭嘅時候咧，成個世界都唔掂。咁又有，如果一用核彈咧，更加咧嗰個影響天氣好緊要，咁咧就好，即係成個世界都受影響。咁咧，即係仲有一個核子嘅冬季啊，係會好凍好凍，因為嗰啲塵咧遮住曬呢個地球。咁咧，我哋都唔知幾時發生，但其實好大可能發生，有好多地方咧都隨時會發生。所以我有個心理準備，我哋可能係末後嘅基督徒，末代嘅基督徒，我哋面對大災難。而我都曾經講過，聖經係支持我哋災難後被提嘅，喺聖經好清楚講。我喺網上都你可以睇到不同嘅影片，係好清楚。我用釋經嘅方法去解釋嘅。咁跟住咧就罪惡嘅加增，嗰啲罪惡嘅種類又係多得好緊要。網絡嘅欺騙啊、攻擊啊、即係總之人嘅淫亂啊、啲青少年嘅放棄啊、墮落啊。即係呢個世界真係非常之敗壞啊！咁同埋咧係好強烈嘅逼迫，咁我都成日都為北韓祈禱，神啊憐憫佢哋，即係佢哋一話信耶穌一有啲咩，即刻就要判死刑，要好嚴重嘅，有傳福音嘅判死刑係非常嚴重嘅。即係全世界最逼迫最緊要係北韓，咁亦都其他國家好多國家都係受逼迫緊。咁呢啲都係一個世界末期嘅先兆。咁我哋能夠祈禱話咧，求主幫我哋。心想一樣嘢，就算為耶穌死咗，但我有永生係最緊要。同埋喺為耶穌受逼迫嘅時候，神會同我哋一齊噶，神會陪伴我哋，你會經歷到神好特別嘅工作，即好似保羅被捉去坐監，神同佢講嘢嘅，天使去帶領佢嘅，神會同我哋一齊。耶穌亦都話嘅，當你受逼迫嘅時候，你唔使諗講乜嘢，因為到時咧聖靈會指教你當説嘅話，所以聖靈會帶領我哋。但好多基督徒未過到呢個關啊！咁我初信主嘅時候咧，我就喺中信約翰咧，佢就講有一個嗰本書叫《為主受苦》，佢就話咧你可以要求呢本書，咁我就要求呢本書啦。咁佢就講到世界不同嘅地方有個逼迫。咁嗰陣時我初信喎，但我已經有呢個心。如果有一日我就算為主受死，我都要堅守呢個信仰。即係呢個就係當時我初信主已經係咁。
咁而家咧，我更加有呢個心理準備，因為而家嗰啲人用嗰啲方法係好殘忍噶，嗰啲逼迫啊，可以好殘忍噶，即係唔係將你一槍打死噶，係好殘忍。一槍打死其實基督徒嚟講係冇問題噶，點解咧？神都先上天堂最好啊！但係佢用嘅逼迫係好強烈。咁我哋咧有好多人就好驚，但係你深信神掌管一切，神同我一齊，咁我哋就唔使懼怕嘅。而好多時基督徒面對唔係硬逼迫，係軟逼迫。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節嗰度講，喺呢個人面罪惡嘅世代，把我同我嘅道當作可恥，人只喺佢父嘅榮耀裏同眾天使降臨嘅時候，亦都將嗰人當作可恥啊！即係話咧，如果有人當耶穌係可恥，即係話唔敢講耶穌。你平日有冇講耶穌咧？只係淨係開早嗰時講耶穌咧？喺平日嘅時候會講俾人聽耶穌幾好啊，耶穌點祝福人啊，或者聽到人嘅問題可以耶穌真係幫你，或者分享神嘅作為。嗱，世人嘅讥笑或者抗拒基督徒係軟性嘅逼迫，好似啊唔係捉你坐監，但係咧嗰種軟性逼迫好多基督徒企唔穩啦，好多基督徒就好驚啦，就唔敢提耶穌嘅名，唔敢傳揚耶穌嘅名。其實傳福音嘅時候，啲人通常都反應都係唔好嘅，咁我哋求主幫我哋能夠企得穩，就係話咧，就算有人逼迫我，唔緊要，有人拒絕唔緊要，神喜悅嘅，我傳咗福音，神喜悅嘅。好啦，另外呢就我哋睇埋呢個部分，我哋今次就完嘅，原來二章我今次唔講得曬啦，下次先講埋再。但呢度咧都講埋啊，呢度咧就講到推馬推拉教會啦，即係第四個教會。我知道你嘅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嘅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哇！呢、這個稱讚真係好好啊！呢、這個教會非常之好啊嚇，佢嘅行為、愛心。他怎樣愛人，他有信心，對神有信心，他怎樣勤勞忍耐，即是這個耶穌稱讚的教會。你都看到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先起初所行的更多，即是你越信主來你越成長。但有些基督徒呢，曾經有基督徒跟我說，我回到教會這麼多年，我開始呢有些厭倦，有些不想再聽到恩信稱義這些、聽來聽去，其實呢這個是危險的。有些人不喜歡聖經，即聽到聖經咧，覺得好悶啊！其實總冇淨係講聖經，我希望大家中意聖經。其實聖經有很多很寶貴嘅説話，很多應許，很多安慰嘅説話。咁我成日喺屋企咧，我就有時我睇啊，即係我好多時都聽播聖經嘅。我亦都好多時睇YouTube 認識呢個世界發生嘅事情。咁啊，即係喺我煮飯啊，喺我洗碗啊，刷牙嗰啲時間，我就用啲時間嚟做呢啲嘢嘅。即是我不去浪費時間，讓我能夠去在聖經上去更加盡心。我聽到聖經播放，我會跟著講的，等我熟習，因為只是聽不會記得那麼多，我聽完讀翻出來跟著讀，那我們就記得清楚了。那當你真的有信心，信靠神的話語，信靠神的應許，有勤勞有忍耐，神知道你末後所做的善事比先前更多，那這個真的是好消息。咁大家反思一下喎，你嘅生命係咪咁嘅咧？嗱，呢個下次咪先講下，你嘅生命係咪咁嘅咧？你係咪信咗主之後一路成長啊？因為信咗主之後，又俾咗啲困、啲唔好嘅嘢影響，俾啲煩惱影響，啲唔開心嘅影響。啟示錄七封書信其實係一個好嘅提示，點解咧？佢真係好道育噶，睇到耶穌點樣掌權，佢點樣恩典，佢都知道曬我哋嘅好行為。一不好的地方，他都提醒你悔改，你不悔改呢，我就臨到你那裡呢，將你的燈台從不住挪去。即聖經是有很嚴重的警告，不冷不熱，我想從我口中吐出去。所以這個都是聖經給我們的提醒來的。我們就說，神啊，你幫助我們，我們一起起身禱告啊，神幫助我們知道神會對親教會這樣講笑話，也都會對我們這樣講笑話的。神看到的，有些人就好像就算耶穌又愛世界，又覺得咧兩面都得，但其實神睇到，因為神先係最緊要。世界點睇我哋唔係最緊要嘅，神會祝福嗰啲愛佢嘅人。親愛天父，我多謝你，因為你係掌管一切，你係掌死權嘅，你係死咗並且復活嘅神，你係掌管天地，你係首先你係末後嘅，你掌管呢個世界一切嘅事情，你。
在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未有之先已经有了你，到了这个世界末日，一切都你要掌握，永恒之中在新天新地或者在地獄里面你都掌管。求主帮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走鸡，我们不能够逃脱神的眼目，而听神话是最好的，因为神知道神我们做一切的好事，我们所有听耶稣说话的地方，耶稣就欢喜，耶稣就祝福，耶稣就加力给我们。求主与我们一起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一个悔改的心，知罪的心，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路闯开的，我们所有的思想言语行为在神眼中是全部看到神是没有走鸡，但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真心悔改耶稣的赦免，我们跟从神，就算一杯凉水神都欢喜，我们都继续的努力去祝福人。在这阵我给大家少少的时间，大家安静反思自己的生命，我有什么地方是不见得光的，我有地方是软弱的，求主赦免，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或者我们很容易被人激亲，很敏感，人家讲的说话我们就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猛震，这个都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人类影响我们，以致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情绪，因为我同商家我都求主安慰神策。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掌管一切的神，天地万物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有你作为我们的神真是好了，你掌管一切，你知道神我一切，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罪，我们真心悔改，天上都为我们欢喜，我们改过神就欢喜，神就祝福。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走鸡，我们所有的生命里面一切的事都在神的眼中，神全部都看到神，我们就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憎恨罪，因为知道罪就是魔鬼用的器具来到攻击我们，伤害我们，偷窃我们，我们就是神啊，我愿意听神的话，是最智慧的，最聪明的，我们也都为神做一切，你都纪念，你都赏赐，这个真是美好的，我们可以开心，人都开心，我们是悔改，神就欢喜，我遵从神，神就欢喜，我传扬神，神就欢喜，我荣耀神，神就欢喜，我不以福音为耻，神就欢喜。求主帮助我们行在这个路上，彰显你的荣耀，活出你的恩典、能力、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多谢天父，求主帮我们开心做基督徒，轻省做基督徒，因为我们一行在你的路，一遵从你，你就欢喜了，你就会加力给我们更加去遵从，帮助我们处理生命中任何的破口，全然的跟从你。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多谢耶稣的大恩大爱，哈利路亚，感谢耶稣的大恩，神是祝福我们的，神是提升我们的，我们有神万事足，乜都不用怕。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祝福大家，祝福大家。我鼓励你回去看完启示录，可能你会很难明白，很难明白，不要紧，还有呢 Mark 即是间，重要的字间，重要的字间，那你就那你将来我在讲的时候你就明白，我看启示录看过很多次，很多次，我希望大家都看重看重看，那你就会明白，那你听的时候就更加得帮助。 OK， 祝福你们。